直播吧9月25日讯，在北京时间周一晚上，德甲联赛在官网上公布了第四轮的最佳阵容，其中拜仁球员 J 罗以及韩国国脚具资哲均成功入选。在本轮对阵沙尔克的比赛中，拜仁中场 J 罗破门，并且制造了一粒点球，表现惊艳全场。另外，奥格斯堡中场具资哲也在本轮对阵不莱梅的比赛中攻入一球，他也因出色的表现入选了本轮德甲最佳阵容。德甲联赛第四轮最佳阵容门将施沃洛夫，莱堡后卫瓦伦蒂尼，纽伦堡莱博尔德，纽伦堡艾汉，杜塞尔多夫中场穆罕默迪，沃尔夫斯堡具资哲，奥格斯堡 J 罗，拜仁哈弗茨，勒沃库森，迪尔罗孙，柏林赫塔前锋克鲁泽，布莱梅，伊比舍雷奇，柏林赫塔